面对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，全市上下紧紧围绕中心工作，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突破口，大力开展招商引资，强势推进跨越赶超。快了，大概还有两三个领导，别着急，我等着你啊。那我等你消息。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。 目前我市还有一批重大项目，还有味道不够啊，赵小姐，来呀，那你要蒸菜呀，把那个蒸柜打开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都讲了很多遍了嘛。云姐，马上就要到12点半喽。差不多了，再等等吧。那我赶紧准备一下吧。嗯。来来来，准备了。哎，把那个蒸柜给打开了。善德市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古城。 这里既有流转千年的码头，又有沧桑百年的老街，码头和老街跃进了这座老城的沧桑和风华。为此啊，我提三点要求。哎，快递给领导。哎，好。其实三点要求可以归纳成一句话：建好老街。 欢迎光临，哎呀，秘书长，你好，你好，金天好彩有你啊，急中生智帮我解围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好，里边请，好，哎，孙秘书长，小方里边请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欢迎光临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省里的鱼，哦，王司长陪他去白玉山去了，那边有个高档会所，是他藏酒的地方。 那今天晚上的规格呢？不能变啊！这些人都得伺候好了，以后都是咱们的财神爷，一个人都得罪不起的。哎，严局长，哎呦，有一点急事，我已经跟邹局长说过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严局长，严局长，我爸这个电话打得好呀，把我从电竞宴上拉了回来。雷整整10天没回家的哦，我们两个放心的啦。 这段时间忙着招商引资，你们要是有什么事，就给我打电话。打电话行吗？只听得到声音，见不到人呐。现在的微信可以打视频电话，回头我教教你俩。局里还有一大摊子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这才多长时间就要走？你这是回来看望孤寡老人啊？一个月，也见不着几回，跟我们吃顿饭，就这么难。 跟你们什么时候不能吃饭？好好看看今天的报纸。爸，主要是这阵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今天是我和你爸爸结婚纪念日。哎哎，菊儿。 来来来，哎，听我讲，听我讲啊！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，都不要拘谨啊！这里除了我们，只有几位司级干部啊！来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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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主任，我们今天还有司级干部的哦。那当然了，司机嘛。<笑><笑> 嗯，我魏叔的手艺是不错，有点拖拉。刚做出来的时候啊，更好吃。嗯。
哎，要不要给你加点醋啊？不用，挺好的。有个老客，年龄呢比你稍稍大一点点，他喜欢在上面啊浇点醋，啊，我们大伙儿都管他叫老醋。看着肠粉，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过生日的事儿。那是我7岁吧？嗯，你爸爸带你去县城吃肠粉，你不干，你要吃那个插蜡烛的生日蛋糕。我爸就在肠粉中插了一根蜡烛，还跟我说，这就是生日蛋糕。关键是你还信了，你以为生日蛋糕啊就是那个样子。那根蜡烛是人家肠粉店里停电照明用的，快赶上甘蔗醋了。今天呢，小白是功臣，不但替我解了围，也替秘书长解了围。这一杯我们敬小白，来，敬小白。谢谢主任，我敬大家。好。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，无论对谁，吃好喝好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最大人情。想对这个千年的痴情来个急刹车，难。阿叔，肠粉，阿姨来了，那什么呀？啊，这是肠粉吗？哎，好啊，稍等哈，一份肠粉是吗？哎，来，好，吃冰爽啊。好，多谢，好，谢谢。梅哥，早晨。哎，来啊。好好，坐，坐，坐。好，好。啊，好。坐。哎，好好好。有停职的，有降职的，有的被党委警告，严重警告。是谁这么用心啊？还录了像送到了纪委去。那天严维明提前走了，会不会啊？录像里面也有他，听说是被调查了半天才没事的。那省里那个去白玉山会所的呢？姓于的也没能逃掉，关键是那场饭局还扯出了他更严重的经济问题，已经被省里面双规了，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呀。你说我们现在这个酒楼可怎么办呀？现在的高档酒楼都是叫苦连天的，毕竟是在风头上面，谁都不敢顶风办，先沉住气。怎么沉啊？我们投了那么多钱。三令五申的政策多了，哪一回有管过用嘞？有他们憋不住气的时候。哎，反正都搞定了。好。就上这么点水货啊？今天呢，就一桌，还是你从地产商会组的局。我们先回去了。阿坤，走吧。这次啊，是侥幸逃过去了。可往后过日子，靠侥幸可不行啊。我知道，这次的警钟一敲，也是醍醐灌顶。这些年，嘻嘻呵呵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要想一下子管住这张嘴，这个警钟敲一次是不够的，要不停地敲，反复敲，经常敲，警钟长鸣才会有敬畏之心啊。老醋讲的对啊，要有定力才行。爸，你总说老醋老醋的，这个人到底是做什么的？赶紧赶紧赶紧，我不能到，我做两份盛饭来，两份盛饭来，吃不够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哎呦，我不管了。师傅，就为这么个牌子，我一大早上惹好几回气，得等严波他们来了再找地方了。地方就这么大，到哪里去找啊？你要不给他们留位置，他们来了以后坐哪里？不会呀、啊。哎呀，老白来了。哎哎哎，白说。哎哎。哎。不会，今天打包。打包？哎呀，都打包啊。丁娘娘的也打包啊。打包不卖。我的这个走在红花纸兰花纸，哎，对，眼睛要看出去啊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空手回来？哎呦，我这练半天了，肚子早就抗议了。五位说了，别人打包搭，我们打包，我们搭。哎呀，杰哥，杰哥，哎呀，喂啊，你这样搞，搞得我们不好意思啦。哎呀，你店里本来就没有几张桌子，我们还在这里占着茅房，怎么说话嘞？哈，老白的意思呢，我知道。用一句北方话来说，就叫花糙理不糙。坐了坐了，你们坐在这里啊，我心里安稳。好好好，等一下。哎，哪个要是再搞分裂啊，就不许提我的成分了啊。今天这些东西啊都要吃完，不吃完不许走。哇，任务很艰巨。好好好好。哎呀，快点啦，我都早饿了。是吧，严哥，吃不了也不让兜着走啊，我们就自己受点累了。好了，几位吃饭了。呀，哇，哎，你们不是在那个公园那个地方啊？被五位给抓回来吗？这个就是惩罚呀。啊，这个，走，五位叔。哎呀哎呀，来来这里。老醋啊，走，你要是不来啊，我们三个老家伙啊，完成不了那么艰巨的任务啦。不多的。这真是拜堂听到乌鸦叫，倒霉透顶了。要我说啊，这叫做放蚊子进蚊帐，自找的。喂，丁娘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讲这样的话呀？那可是我亲儿子啊，我们白家还指望他给我们光宗耀祖啊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的前途都不好讲了。你也不要太悲观。这次呢，就是一个党内警告，就是要让他引以为戒。警告还是小事情啊，一年之内他都不能得到提拔呀。本来这次呢，他是立了大功的，好几个大领导啊都答应要提拔他，他偏偏这个时候出了这件事情，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吗？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，这个事情啊还真不是倒霉不倒霉的问题了。最有用的还是那两个字，定力啊，定力。
关键还是定力。对啦。哎，阿昌，来一份肠粉啊。老板。哎，阿昌。哎，老样子啊。稍等，稍等。那边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啊没有哎。阿云呐、啊，这根本就没有打算挣五位这份辛苦钱呐、啊。应该啊，跟五位叔建议一下，扩大一下营业面积，啊，再做些早茶。这样的话，营业时间不就可以长一点了吗？现在的高档酒楼啊，都不景气嘞。要是放下价值，做成大众酒楼，可能会是一个出路的啦。对。三个早茶，收点茶位费，还能帮五位啊增加一点收入啊！哎呀，三哥，你放个水。哎，跟你们进来，辛苦你了啊！拿好了。我们好几天没有生意了，员工餐都没人做，你去给我拿点吃的。来了，小王。楼上又不是没有灶具，米面都有，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做呢？啊，师傅，那个阿梅刚才跟我说，他们昨天又没什么客人，云姐就给厨师下班了，所以今天早上他们没人做早餐了。再加两份肠粉吧。哎，好，早餐。哦啊，你坐先啦，好啦，听下去，听下去。早啊！老醋的这个建议啊，真的不错。你不要看现在肠粉馆的生意好，但是地方太小，太挤了，快赶上这个沙丁鱼罐头了。啊，我的意思，要是把皇家包吃一楼也拿下来，开个早茶，糖吃的人就多了，啊，你收入也能提高，还能帮着你们家蔡云。吴伟啊，你这个皇家鲍翅改造装修要花很多钱吧？那能少得了吗？那楼上都是金碧辉煌的。哎呀，这饭店就怕冷清，这蔡云那边好像一天都没有几桌人呢，我听着都替他着急。你不着急啊？不急是假的啦。可是人家阿云不着急啊，这才是做大事情的人呢、啊，三星干部，领球干部，他就是心太大了，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。年轻人就需要有这样的胆量吗？哎呀，有首歌不是叫《爱别安静》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呀，你还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，要把你这边红火的生意啊，这把火也温暖温暖边上啊。哎，一个是小吃，一个是大餐，都进不了一个被子啊，这要是想温暖起来不太容易啊。往里放啊，靠边放。哎，蔡总。方总来这么早啊？吃个早餐。哎，没到10点吧？没到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阿美，哎，帮我去来碗肠粉，还有一碗皮蛋粥啊。哦，好。哎，不要加葱花。稍等。走了。
你这一分钱的工资都不拿，打算祸西北风啊？开业的时候呢，我们俩也是有话在先的，我负责酒楼经营，你看看现在，每天账面上入不敷出，我哪有脸面拿工资嘛？哟，那我想请问一下蔡总，是不是一分钱的工资都不拿，就感觉到心安了呀？方总啊，这点呢，请你放心，这个酒楼是我们俩合伙的生意，所以拿不拿工资我都会上心的。您我心里都明白，现在我们的经营惨淡，原因不在你身上。实话跟你说啊，蔡云，在我的心里，只要有酒楼在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们的生意会有好转的那一天的。倒是你现在光干着活路不拿工资，弄得我的心倒是扑通扑通挺不安的。多谢。方总，这点呢你多心了，就算不拿这一份工资，我也不至于吃不上饭的。进来。方总，鸡蛋肠粉、皮蛋粥和蘑菇葱花盖。多谢。你看，我是觉得你岁数都这么大了，其实没必要这么累的。哎呀，你就不用考虑我，就讲行还是不行。那就把一楼打开吧。哎呀哎呀，映山红呢？叶子都黄了，丢酒葵了。哦，行了，我走了。啊，阿梅，哎，上肠粉。阿昌，哎，上肠粉。会上正式聘任16名来自市区社会各界人员为特邀监督员，这一做法旨在吸纳不同行业、不同专业、不同党派人员参与监督工作，有利于推动专门监督与民主监督、社会监督、舆论监督有机结合，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有效方式和途径。不错啊，皮色鲜亮，油色润泽啊，结果也不错，酸酸甜甜，
不要刚说好吃啦，要得谢谢老醋请客啦。哎哎哎，应该感谢五位叔的嘛，请我们吃这么好的美食。你们喜欢吃，我做起来才有劲呢。你先上这个，小五蘸酸梅酱，叉烧蘸梅子酱，还有，还是严大哥会吃啊。嗯，嗯，嗯，甜中带酸，清香耀人的吃。那有了梅子酱，就不用蘸老醋了吧？哎，丁娘娘。酱油一圈煮一圈的，老师，边个话我傻？我请你食烧鹅，边个话我傻咩？你都傻，你的傻啊！系啊！你看他们几个，吃口早茶都笑得那么开心。我是好久没这么笑过了。星期天就那么多人，哎，你甭说啊，蔡叔还挺有经济头脑的啊。不光是东西做得好吃，价位上就打败了大酒楼的那些早茶店。要不是被逼成现在这样，我是不会同意把一楼让出来做早茶的。嗯，蔡总，你这是明智的选择哈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之前的选择不明智了？嗯，我们的明智是要及时止损。怎么止呢？我们装修花了这么多钱，难道要改回去做家常菜馆？你这样说就太绝对了。不管是老百姓还是达官显贵，爱吃都是刚需。你说让老百姓呢来我们这吃一顿海参捞饭也是吃得起的，可是我们酒楼的初始定位就不是他们呀。嗯，我们的定位现在也不应该变啊。哎，可是账面上的流水啊，实在是太难看了。放心，蔡总，戒吃比戒烟还难呢。这八项规定呢，就像是尚方宝剑一样悬在头顶，我估计啊，也不会有很多人敢伸脖子冒头了。这明着不敢，暗着谁不敢啊？傻傻，露露，露露，请佢笑笑我，请佢笑笑我，边个话我傻？哇，一大早上就唱上了，喝酒了，上头了，我高兴啦。你家楼下的那个低音炮，不响啦？你怎么知道嘞？哎呀，我看你那么高兴，我猜的啦。你可以去当算命先生啦。天天唱，再好的低音炮也有唱坏的时候啊。什么唱坏了？昨天环保局的人去了，让他们停业整顿，彻底整改，还到我家登门道歉，说什么以前的工作怎么怎么的没有深入。那就是承认作风不好，作风有问题咯。不是作风问题，是改变工作作风。对对对对对，工作作风，工作作风。来，洋茶洋茶。严大哥到底是在政府机关当过干部的人呢、啊、爱抠字眼呢、啊、我们那个时候啊，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，最怕别人说你的作风有问题。现在倒好啊，连吃饭都跟作风挂上钩了。呀，起作风非彼作风。老白，
北市葫芦搅茄子。以前吃喝一条龙，现在大吃大喝的风这一杀，这 KTV 的生意也不好了。听说我们楼下的那一家要改成什么量贩了。量贩？嗯，改饭店呐？什么饭店啊，就是自助购物自点自唱了。哦，就是自己发钱玩自己咯。什么玩自己啊？就是自己玩咯。小丽啊，小丽拿点水。师傅啊，饮点水放这啊。嗯。哎呀，这几天没有来呀，就有这么多的好消息哦。丁娘娘，你楼下这个低音炮撤掉了，那你的睡眠质量一定很好啊，一觉睡到大天亮哦。哪里哦，突然没有了噪音我倒是不习惯了，哎呀更睡不着了。那好啊，那我去给你家楼下的 KTV 说一声啊，让他把那个低音炮啊再给你装上哦。哎呀坏得很啊。哎老白，听说你要当爷爷咯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情呢。儿子的媳妇啊刚刚怀上，还是豆芽苗苗啊。有苗不愁长，你急什么？哎呀哎呀，老白啊，你可要好好的管住小白的两条腿，不要让他乱跑啦。有时间跑饭局，不如在家再种个豆芽苗苗啦。不可以，这个真不可以。严局长，副局长，哎，不就是过几天的事情吗？那也是副局长。对对对对对，严副局长，严副局长，其实我和老柳的想法也代表了我们局里好多人的共同的心愿的哦。说白了，我们这也不算是请客嘛，就是大家坐一坐，说说话。哎，以后您要是忙起来，哪还有功夫搭理我们？对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现在文山会海少很多了，聊天的时间有的是。严局长，不，严副局长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呢范围也不大 ，AA 制吗？个人掏个人的钱了，肯定不会违反规定的。大家推举我和刘主任一顿，您要是拒绝了，大家肯定会说从现在开始就脱离群众了哦。对呀，范围不大，又是 AA 制，和犯错误沾不上边的。你要有顾虑的话，那这样好了，你那份自己出。我家老爷子说，他和你爸是这里的常客。对，我爸说这是他和严伯伯的据点。我就好奇了，这五味叔的肠粉是有多好吃，他们吃了这么多年都吃不够的。他们吃的肯定不光是肠粉。对，我爸说五味叔还经常给他们上新菜，都是免费试吃。皇家鲍翅，这个名字有点吓人，还是原来的一日三餐比较好，听着踏实。是不大好，高高在上。哎，高高在上没什么，现在普通老百姓请客吃饭也喜欢到高大上的酒楼，有面子吗？问题是这个名字一摆出来，老百姓哪个敢来这里消费？他们家早就开始经营家常菜了，这倒是个办法。严局长、刘主任、小白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云姐，人到了。虽说我们是个人掏钱，可外人不知道，避讳点好，不至于引起误会。蔡经理安排我们在三楼，不会有什么外人的。这说明我们还是心虚，就差对暗号了。天王盖地虎。严局长、刘主任，蔡经理，欢迎光临。阿妹，里面请。好。小心台阶啊。哎，好。慢点。哎。嗯。哦，真的，把这个工作，哎，弄好的话，来吧。
请啊。可以。刘主任，怎么了？区长，我跟刘主任商量一下菜品。啊，看看菜谱，简单一点。啊，对。对不起啊，局长，我们这里呢没有菜谱，只有用餐标准。什么标准？888、1888、2888、3888、5888、六。那就888。这个价位还能承受。高了，回到家里，跟老婆没办法保障。那个严局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个不是一桌的标准，是一个人的标准。蔡经理，我们今天是自己人吃个便饭，没人吃请，你看。可以，各位领导，我明白啊，都是老主顾了。这样，今天这顿呢，算我的。不可以这样，算你的，那我们大家都要犯错误了。这样吧，每个人100块，就按这个标准上，不许超标。哎，100就100，没问题吧，蔡经理？没问题。蔡经理，这是1000块，10个人，你点一下，酒水我们单点。局长，说好的 AA 制，快掏钱掏钱，快拿过来。我们 AA 啊，听我的。好，听局长，听局长啊。还以为来了条大鱼，原来就是个小虾，太小气了。你先去忙吧。哦。蔡经理。哎，刘主任呐，这个人均100，我真的是有点犯难啊。看着掂量吧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千万不要犯难啊。我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，帮我打包一份佛跳墙，我带回去给老母亲吃。哎，这个是我自己掏钱啊，谢谢你了。没问题啊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100蚊就想在这里吃饭了？哎呀，这还不如到楼底下吃个肠粉就算了嘞，一根辽参的钱都不够啊。哦，这个商务局的人他是怎么想的啊？给局长办个升职宴，就这么一点水平啊？都是白吃白喝惯了的人，能掏100蚊都不错啦。白吃惯了，就拿我们来当白痴啊？阿妹啊，你先去忙吧。啊。阿坤呐，想想办法喽。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没改噶，100蚊这怎么搞啊？这个办法是。蔡总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司的事情处理完了吗？老钮给我发条信息，说今天中午在我们这里给尤文明办升职宴。老油条，特殊时期有人来我们这里，就是照顾我们啊，给我们机会，好好照顾客人啊。哎，中午那边周局长那边中午饭吃的怎么样啊？还在吃呢，跟晚上连上了，酒也没少喝。对了，严为民那一桌怎么办？我再想想吧，正好我还有事想找他帮帮忙。好啊。丁局长，我本来是想明天到办公室去给你汇报的，今天老街西层挖地基，发现地下阶下有阶，是古迹呀。啊，对。文物保护的专家说，有可能是宋朝的街道，他们就不让我们动。可是我们的活路已经干了一大半了，现在要停下来，
那肯定是前功尽弃了，损失会很大的呀。宋朝还真有可能。据我所知，我们这个城市在元明两个朝代被淹过几次。哎呀，还是严局长博学呀、啊、专家们也是这么说的，说是有可能是后人在被淹过的老街上面重新建了一条街道。这个事儿还真得多听文保专家的，等有了确切的结论还得向上级汇报。没问题啊，杨局长，啊，为了文物保护停工我是没有意见的。但是我是担心老街改造就这样搁置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前期的投入都是打水漂了。严局长，我承担不起，你要多帮我说好话呀。一切都等文保方面有了结论再定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公司是我招商来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严局长，那谢谢你，谢谢你了。哎，严局长，你危险了啊！哎，严局长，严局长，我是不可能收的，哪怕你永远不松手。写故事多辉煌，萤火的光。